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这个汽车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正在美国洛杉矶进行的 G86 门票最后一张门票争夺战。来，最左边日本阿夸，右边是报道台湾的石油王。阿夸这周用的是 JP， 那石油王用的是拉希德。为了最后一张门票啊，双方要倾尽全力，决战到底。现在是小组赛阶段啊。阿瓜上来就是给石油王啊发起了进攻。拉希德是一个高精神角色，来打 JP 也不是说没有可能性啊。虽然说 JP 这个角色来打拉希德还是略占优势，不过一切皆可能。拉希德要利用自己的高机动性压制力来阻止 JP 前进的角落，好吧。中场开始博弈了，那现在侵权三段之后直接反应手，头上有力气牵制，拉希德还在找机会，现在他的体力已经被对方削弱了三哥了，没有斗气，没有能量，那就没有办法进行展开一样强劲进攻。完了，这个失误又损失这么多的体力，好，发起逆向压制，偏头一次，好了，出一个欧地风，反边压制，头。再来个起身压，哎呦，对方狙击了拉希德腾空打康，不断利用自己的下中脚来偷袭。好，逆向再抓还不行，完了，这波危险了，怎么办？凉拌。水王也加油了，水王对报道台湾这边目前屈指可数的高手啊，也是寄托了大家对他的希望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 G86 的时代的水王在第一次世界杯比赛上会有怎样一个发挥。好了，水王再次发起了进攻，这里 JP 还在挣扎，中段没出来，被对方打康破招了，好吧。新的一轮欧迪升龙，欧迪波牵制，又练习一些出地次偷袭。水王疲于奔命，现在被对方牵制的死死的。拉起的快攻没有打出来啊，一直被对方牵制。哇靠，这个大皮扛好疼啊，直接三气绝杀了呀。真疼啊。现在没有体力，没有斗气，你看一棍捅一下，上面还有脸，还有波。好吧，现在比赛依然是阿夸对战石油王的对局。刚刚石油王被对方轻松拿下了一分了，来看石油王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吧！加油，石油王，拿下日本阿夸。阿夸的 GP 现在要感受到了石油王拉希德强制的进攻了吗？不断利用超快的下中脚来摸奖，摸到了就是狙击你的中段。好了，石油王终于开始打前攻了，对方直接果断斗气崩，斗气反击。还有一波起身压制的机会，哎，偏拆头，但是对方不拆头啊。JP 抢头，但是被石油王给他拆掉了。阿夸选手再次发起跳压，但是石油王果断原地直升机，偏到一个投机。现在日本人没有斗气啊，石油王利用好这个时机，主播。他现在有那一颗气的能量，而且，哦，赢了，给水王顶赞。虽然说有点难，但是终究还是顶住了对方的进攻啊。水王开了好头，这个灯亮了。拉希德快攻终于展现出来了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开启两气，这是拉希德核心弹法，两气能量开起来，龙卷风牵制，打对方一个软固定，好了，还推，对面再次防风被他抢头一次，拉希德下盘摸奖没摸到，直升机再来一个，想跑哪里跑，中段压制，好的，刚好手上又加满两气了，起身头一次 perfect 秒。刚一上来被 JP 偷袭了，拉希德还有七个的体力，没关系啊，空中变则，拉希德空中可以变换自己的轨迹的，这里的话也是可以利用一下来套路 JP。 好了，下盘又摸到了，继续前冲进攻，打起针，
李防太守不好使，被骗了。这个当身不好使，我们来看一下水王怎么处理这个起身。好，头一次，再来，李冲过去偏头，哦，赶紧跑出来，这里直接瞬间三角跳，老头被对方蹦放推开进板，体力上来说拉希德占一点点优势，但是要小心对方的偷袭，毕竟对方有斗气他没斗气啊。哎呦，清理对空，李冲缺身完了，就是这么快啊，瞬间被对方反杀，危险了，压力给到了水王这边，加油水王。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水王的拉希德在这一次能否骗到对手，先放一个空中波，小心对方下段中脚，双方就是互怼下中脚，中近距离这种力回。好，开手牵制，来看一下水王新的一轮进攻怎么样，对方抢先进攻了，好的，中脚不到了，哎呦我去，失误确认了，对方再抬手牵制，那石油王只能说哎呦坏了，三气上来了，这一套疼了，那么现在危险了，因为对方是赛点局了，赛点灯，嗯，这刀打完了他所有的斗气，水王没斗气，只能眼睁睁被对方磨，手上有两气没有机会开，微微超杀对架，漂亮，用超杀打对方的出招收招啊，假中拳直接龙卷风开启吹飞，好，没完，稳住稳住，水王还有片头，对面没那么能量，双方的体力很接近，水王发起进攻，完了，哎，失误了，还有机会吗？日本阿夸选手对战台湾水王，现在来到，哎呦，偷袭下段，结果水王被对方打到败者。